每句祝福就是耐心靠主耶稣，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这个时候我要你牵起旁边的人手，我们一排一排的拉着手，然后唱的时候可以左右摇晃。真心让我真实见到你，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耐心靠主耶稣，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在这个时候，我要来做结束的祷告的时候，我要你们来回应我。我相信你们跟我一样，在这个晚上有好多的感动放在心头，我要你把这个感动能够回应出来。因为你知道今天天使在那里看，你也知道上帝在我们的当中，你也知道今天你看到许多内心里头非常感动你美好的东西，那是真实的。我们这个时候要来回应上帝，来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。因为在几天就2018年，我希望你把这一份福分带回去，而且也许明年还有很多的挑战你需要去越过。我希望在这个时刻里头，当你回应上帝的时候，我讲一句你跟着我说一句的时候，你要相信上帝也听到你所说的话，会陪伴你走未来的每一天生活。所以这个时候当我祷告的时候，希望你们来跟着我一起来回应。亲爱的上帝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一个美好的夜晚，美好的夜晚，我听了许多的故事，听了许多的故事，是真实的感觉，感觉知道原来你这么爱我们，真的有爱，我能够希望认识你，我能够希望认识你，也让你进到我的心中，也让你进到我的心中。前面还有很长的路，人能陪伴有限，上帝是无限的，请你进到我的里面，在我忧愁的时候，在我失落的时候，在我病痛的时候，在我无可奈何的时候，求你来牵着我的手陪伴我，让我走前面的道路，不再忧愁，不再害怕。我感谢你，你是一个听祷告的神，我赞美你，有你真好，谢谢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心靠主耶稣，坐在
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有很丰盛的茶点等着大家，希望你们留步，因为我们的服饰准备很丰盛的东西，希望今天能够带给你们一个美好的夜晚。感谢主，彼此祝一下，请开灯，请开灯，给自己一个掌声。在仪式的角中，请检查一下您随身所带的东西有没有掉落在位置上，请随身带好你手中带来的东西，还有在座位上有没有遗失的东西。那么